嗨，大家好，我叫比拉利，出生在新疆鄯善，鄯善是沙漠跟城市之间离得最近的一座城市。我骑了十几年的摩托车，参加过一些比赛，还有很多活动。非常荣幸参加这次的赛克龙十二小时挑战赛，谢谢大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艾斯海尔，很高兴这次参加的耐力赛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魔力指南特约车手艾斯海尔，非常开心能够参加这次的赛克龙十二小时耐力赛。